这位来宾是我们这个高雄著名的整复师王秋华，王大哥，王先生在场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林永，搞错了，好像在选议员，拍谁拍谁？今天是林山。甲陪伊两个好日子，当然讲一寡好话，但是拄啊过迄当时不讲话啦，无咧讲啥。我即个当讲啥？哎呦，一对家人，遮尔卑鄙，那叫我叫起来。因为呐，伊俩叫这老兄来衬托这两个少年的缘投个水。首先要来介绍这个林山，伊是某一间汽车公司的业务经理，叫调去中国大陆水果卖啊，都转来。等下遮专业了，靠我同款，初初落去做房地产生意，可怜。我的业绩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都是零，他居然第一年就变成百万的经纪人，这是一个才华洋溢的年轻人。谢谢，谢谢他，谢谢你。恭贺黄小姐、黄培仪小姐，以及东光国小的老师，顶一摆订婚的时候，几乎因全学校人拢来啊。可见这个小姐温柔婉约了，人缘特别好。咱来看到这对新人金，新人今年结婚，这多好朋友拢来来庆祝，要祝贺一下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上少隔壁阿那不要隔离，为我们自己能够今天来参加这个喜宴，参加这个福气，参加这个喜庆。为自己及新人，我们大家热烈鼓掌，谢谢，谢谢，请留步，我们现在也要。